Привет, Асгардия.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асгардианцы. Асгардия, 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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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一般呢会跟大家面对面的来交谈，但是我现在只看到一只眼，是摄像机里镜头。那我们在现在疫情的背景下，我们只能这样了。我们有一个小时的直播，第一部分呢我会回答你们的问题，是之前提给我的问题。第二部分呢。 我会回答今天现场的在线的我们这些观众们的问题。我希望这些问题我可以通过我的视频音频可以看到。好，我们开始吧。最近呢来了大概有200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大部分呢都是我可能来不及回答200多个问题，因为今天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会。 尽量回答一些常见的问题，或重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也是最有意思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我们都是来自我们的阿斯加尔家居民。在这里，我想感谢你们大家的参与，感谢每一个我们阿斯加尔家人的，感谢你们的支持。好。 我们来看一看，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很遗憾的是，我可能不会去介绍每一个提问题的人的名字跟国家。我会尽量。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的问题，Nicholas Hoffman，他的问题是：是否能让我们的货币变成Solana，变成我们的？ 区块链的，区块链的快币，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可能不会这样去做，因为在我们的货币是跟其他国家一样，是我们的数字货币。那么这个货币的发放是根据我们国家市场的数字产品跟数字服务来制定的。 是由我们国家来制定的。Solar 已经作为货币开始通用。我们国家的工资呢，大部分也都是由这个货币来进行支付的。在我看来，我们目前来看呢，因为我们是数字国家，所以呢，我们的货币应该不会去印制纸币，它是一个数字货币。 同时，我们阿斯加尔家人呢，可以使用国家12个国家的货币，在我们国家通用。这12个国家的货币我们已经确定下来，并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技术专家们能够把在今年的夏天的时候呢，能够将这12个国家的货币跟我们的 Solana 货币进行。 那么现在我们的货币萨拉，一个萨拉等于是一个欧元。现在国家沙特阿拉伯的阿里先生，他的问题是还有个陈松先生来自中国，他的问题是很直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获取我们阿斯加尔国家的身份证？这个问题提得很好。那么今天我们有两个级别的阿斯加尔人，第一是阿斯加尔家人普通。那么这些普通人呢，他们不支付任何的会员费。 也没有身份证，那么第二个级别呢，是他们会支付每年100欧元。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在我们国家内设置阿斯加尔公民，但是这个公民的身份。
只有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球国家能承认我们国家是独立国家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必要来把这个公民的这个身份加入到我们国家当中。关于我们的身份证，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发行身份证，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些身份证不希望成为你们的收藏品。我希望把这个身份证变成一种可以支付或者其他功能的东西。所以我们阿斯卡尔加下个第八次会议的时候，第八次数字会议的时候，我们会讨论把这个会议是在今年的五月份，我们会确定我们国家银行成立的这个法律。等于我们自己国家银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发放这个身份证。那么要发放这个身份证的时候呢，希望你们能够把你们的地址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发给你们。孔求强先生，他的问题是，他在问我们怎样把100多万人放在太空当中。最近这些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我没有给任何人说过我会将100多万人发到我们太空里。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很远的计划。有的人说希望将人进入到太空当中，到火星上去生存。因为毕竟我们进入太空，这还是个很遥远的计划。但是我们现在最初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太空当中出生的第一个地球人。下一位提问者是来自土耳其。我希望你们大家在提问的时候呢，把你们的真实名字写到里面，让我希望你们，我能够直接用你们的名字来称呼你们。问我们会不会有自己的语言？之前呢，我们有过公投，关于我们的阿斯卡尔加语言。这个公投的结果呢是，选择了12个国家的语言。那么这些国家的语言呢，一部分语言呢，今天正好用同传来进行翻译。所以我的答案是有这样的计划，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应该有自己语言的权利。而且目前我们这个阿斯卡尔加国家呢还生存在地球上，所以我们应该还是维持着地球的一些规则。我们最近呢也会将这个问题进行解决。我们在历史当中，我们也有过创建新的语言的这样的案例。那么在我看来，再过50-60年之后，在这50-60年当中，我觉得有可能我们会创造自己的语言，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下一位提问者是科里斯丹·舒梅克先生，他来自美国。他的问题是关于我们政府的组成部分。关于安娜女士确实离职了，她很健康，她也在，她今天还给我发了一个消息，祝贺我们今天的直播顺利。所以呢，你们大家不用担心。你们看到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政府被解散，这个状况大家都很关心。所以这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我们这个国家呢已经是一个很完整的国家，甚至都遇到了第一个危机。很快我相信我会组成新的我们的总理办公室。那么这个办公室会组织新政府，这个新政府是由议会来决定，大概是今年的第三个季度开始，一直到今年的11月1号之前，我们会确定我们新政府。我希望我们阿斯卡尔加所有的居民能够加入到我们的投票的环节。那么这不是一个填表的一个过程，第一次我们投票的过程呢并不是很成功。我们会通过一个
能够提供有效政策的这个政府，通过他们的方案，我们来确定、来决定、来选择这个新政府。下一个问题是来自墨西哥拉德先生，他说市长是阿斯卡尔加特的很重要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管理者。可能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有一些不理解。我们阿斯卡尔加团体或者说阿斯卡尔加国家，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我们每一个领导人选举备选，比如说国家，比如说城市的市长。因为目前我们阿斯卡尔加的国家呢，我们还没有具体的边界，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的国家的领土和领空。那么有一些每一个城市，它都是一个星或者是一个星系。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划分这些星系，把这些星系变成我们的我们目前把它叫做市长，但是市长呢，只是为了让我们地球人能够更加的去理解，会明白。甚至可以说是星系的代表，或者是其他的方式也可以。总之让大家能够听得很舒服。那么目前现在我们大概有50000多个市长，这些市长被选到之后呢，再由他们来选举地方和地区和区域，然后是州长、大使、领事等等，这些所有的选举呢都是需要由你们来进行。那么整个这个选举呢，它都是由一个三角金字塔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这种选举的第一部分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有大概50000多个市长被选出来，这个人数很少，对于我们整个阿斯卡尔加国家来说非常少。所以我在这里大家呼吁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选举当中，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少于10个阿斯卡尔加人。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投票来进行选举。我希望今年呢，我们这个运动和这个活动能够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在议会的选举呢，我们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我说议会之前呢，我们已经有42个国家的代表参与到我们议会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会议。甚至连联合国都没有这样的数字投票的方式，或者是数字议会，而我们已经进行了7次的数字议会大会。我们每年呢都会有一次大会，去年已经举办过了，在爱沙尼亚举办的。第一次会议呢是在奥地利，目前我们还没有决定今年在哪里举办。而5次会议呢是在网上举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和独特的技术。那么我们新加入的40多个议员的议会的议员呢，他们也会来到这里。我们呼吁大家不好意思，一定要参与到我们投票当中，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任务和义务。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血液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国家当中，加入到我们国家的管理当中，让我们的议会变得更加有效。好的，我记得还有一个问题非常有意思。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非常的感兴趣，没写名字。他问我们怎么解决我们阿斯卡尔加贪污问题、贪污受贿问题。我非常高兴，如果在我们这个国家如果有贪污受贿的情况就好了。但是因为有这个贪污受贿，说明我们国家非常繁华。但是当然这是个玩笑了，我不希望我们国家会有贪污的状况。那么因为我们的国家是数字化国家，这种方式组成国家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避免跟杜绝贪污受贿的出现的这个方式。所以呢，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不会像
我们地球的这些国家，在很多国家我们都知道，如果是个他从商的这个人呢，他不能够参与到国家管理当中，而我们不会有这样的限制。我们相反，我们允许或者是呼吁，这些商人还有从事商业行业的这些专家，他们能够来到我们的国家当中做我们的公务员。所以，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管理者他们都没有任何的金钱的诱惑，所以我们也不担心这种状况的出现。那么关于我们最热门的话题，关于我们太空里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很多人问为什么要这么去做，为什么会把这个话题作为最重要的话题呢？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对人类来说，让我们人类感觉到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现在呢，比如说去火星呢，这只是一个单程票，但这只是一种旅行，一种走出宇宙的旅行。我觉得我们能够把宇宙变成我们生活环境的一部分，那么在我们看来，这才是我们真正人类踏入宇宙的新的一步。当我们出生在地球的时候，只出生在地球的时候，这样的话，我们人类是永远不可能离开地球的。离开地球的人，他们终究都想回到地球，而我们的目的不是，我们的家以后是全宇宙。所以我们有必要去考虑，在地球不在的情况下，我们怎样去生存在宇宙。所以呢，在我看来，在我们看来，有必要将孩子生在宇宙当中，只有这样子，他们才可以去生存在宇宙当中。先在地球的轨道上，然后接下来在月球的轨道上，再接下来呢，我们会走得更远。所以我们需要让人学会在太空出生，让他们适应太空的环境，让出生的这个新人类能够适应无地吸引力的状况。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状况。当人进入太空的时候呢，确实是一个人类很重要的走入宇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那么下一步，我认为就是我们第一个出生在太空的孩子。所以这是我们人类能够接受宇宙，也是宇宙接受人类的重要的一步。这是我们奥斯卡尔加国家很重要的一步，也是我们的科学界现在重要研究的方向。亚拉斯拉夫先生，他来自俄罗斯，他的问题是怎样能够让奥斯卡尔加被别的国家承认为独立国家。底下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关于我们的国家成立。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呢，它确实是一个国家，但是没有能够让它能够成立。但是这个国家呢，它还没有完全获得一个国家该有的所有的性质。因为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在解决的问题。还有地区，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地球上的地区。因为在地球上的法律呢，按照地球的法律，任何一个地球的国家应该有自己的领土，但是没有写我们领土的面积。所以当我们发射第一个卫星的时候呢，我们申报从法律的角度，我们已经有自己的国家的所在面积，也就是我们的这颗卫星。所以我们现在的阿斯卡尔加国家已经完全满足了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状况。那么但是对联合国来说，我们的这个国家呢，他们还很难去承认。因为对于传统的地球法来说呢，我们这个国家确实很独特。但是我希望，我也肯定，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会被联合国、被全世界承认。不久前，联合国所有的成员与我们阿斯卡尔加国家签署了我们国家的独立性
我们希望能够更快地将这个文件签署下来。并且我们已经在跟很多国家进行交流，让这些国家能够同意。我们有自己的外交部，所以我们已经在跟这些国家的外交部进行交流。我们不希望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的这种交流非常的交谈非常的小心，不让这些国家对我们有不好的印象和影响。所以我在回答这类的问题的时候呢，我想说关于我们国家被承认的这个问题上呢，我们需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跟所有的国家，尤其是跟这些没有加入到 G20 这些国家当中，我们会跟阿斯加尔加相同的国家的人口来说，比如我们现在阿斯加尔加100多万人口，100多万人口的国家，全世界有100多个，我们正在跟这些国家在正在沟通，然后之后呢，我们会跟他们2-3个国家，或者是跟更多的国家来签署多方面的政府间协议，然后我们去正式向联合国申请成立国家。我觉得这应该是2021年的工作了。今年呢，我们是准备阶段，到2021年我们开始正式的去递交文件。安纳多里先生，我们阿斯加尔加有没有创投基金？那么这个基金有，但是它不完全是创投基金。那么这个基金呢，它是由一个国家公司公司合作方来投资建设的。那么这个集团呢，它有国家的控股部分49%，也有很多私营投资者。那么这个基金已经被注册，是由奥地利政府确认建设的。那么这个基金的所在地呢，是在维也纳，在我们的阿斯加尔加总部。最近这一个月当中，我们会发放出售股票，这些股票呢进行对外发放。我们也会针对航空航天项目进行投资，也就是说，我们的阿斯加尔加每个居民人都可以去购买这个发放的这个发放股票发放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基金呢，它是部分是不完全，但是部分是创投的。它会通过 Asgardia Financial Architect 这个集团来进行投资，我们会对一些具体的领域进行投资。Stefan 先生他来自英国，他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会有更多的地方性的活动？今天我们刚才讨论了关于我们市长的选举，关于我们大使的各个国家的大使跟领事馆。那么去年年底11月份，我们的议会确认了25个国家，在这25个国家当中呢，我们会建设阿斯加尔加的代表处，所以地方活动呢，应该是由地方的阿斯加尔加地方政府来决定，因为我们主要的活动呢，都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呢，是去策划我们联邦中央式的活动。我们的第一个大会呢是达尔姆沙特，是关于投资跟科学研究的大会。第二个大会呢是今年应该是在蒙利奥，关于我们的6月2号，但是因为疫情的情况呢，我们可能会取消这个大会。那么这个关于疫情呢，我就刚才会多说一些。现在我们因为疫情，我们把6月2号的这个活动呢，去转移到了9月份。
我希望到9月份呢，我们全球的疫情状况应该能够得到控制。我们还会每年会举办一个大会，这个大会呢是我们议会的大会，它是跟政府大会同时举办，每年会有2次的太空理事会。那么这些主要的会议都是我们中央级的主要会议。关于西方刚提的这个问题，地方的这些活动呢，我们还是希望也呼吁阿斯加尔家人自己组织。我们每年都有很多选举活动，也就是我们会对，比如不久前我们选择的国歌、国徽，这都是通过我们投票的方式。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建议。我相信每个阿斯加尔家人呢，你们的想法肯定比我们要更多。我们成千上万、几百万人的阿斯加尔家人，我们阿斯加尔家人呢，已经生活在超过200多个国家，200多个国家有我们的阿斯加尔家人。土耳其张先生，他说我是阿斯加尔家人，我的儿子是4岁，他是不是也自动会成为阿斯加尔家人？根据我们阿斯加尔家法律，未成年孩的孩子，他们只有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成为阿斯加尔家的公民。所以，如果您同意，那么你的孩子也可以成为您4岁的孩子也可以成为我们阿斯加尔家国的公民、居民。亚历山大，他问阿斯加尔家人对于以其他的微小民族和逊尼国家，我想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实体国家，它不是少数民族，它也不是一个虚拟国家。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的，唯一的就是我们没有死刑，我们没有监狱，其他的方面我们跟其他的国家是一模一样的。目前阿斯加尔家跟其他国家基本上没有区别，但是因为我们的这格式对于地球的方式，对于地球人来说呢，这种格式有些不可思议，所以很多人还很难接受。但是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国家。施利尔女士，她的问题是关于，想让我来说一说关于阿斯加尔家明年、后年以及大后年的主要发展方向，不光是社会发展，还有阿斯加尔家工作的这些成员有哪些发展的优势、趋势。那么第一个发展趋势呢？阿斯加尔家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被国家被承认的这项工作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我们发展的主要的趋势是我们的航空航天的技术发展。那么这个发展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的地球太空第一个孩子诞生。第三是我们阿斯加尔家的经济，因为现在呢，我们的经济的状况呢还没有特别的突出，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才只有3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经济是需要去发展的。所以呢，我们最近的这些，我们主要的目的呢是让第一是叫我们国家被承认，第二是航空航天技术发展跟研究，第三是经济发展，提升我们经济的发展。有很多问题是关于阿斯加尔家的教育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很让我高兴能看到这些问题。因为我们阿斯加尔家有超过70%的人呢是年轻人，所以呢，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由年轻人提出来的。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在阿斯加加获得教育呢？获得知识呢？从小学、大学到博士。Вы понимаете, Асгардия же не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Асгард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наша задача это создать想告诉大家，институты阿斯加加是一个для国того, чтобы家，它不是позволить个大学，гражданам Асгардии所以реализовывать作为国свои家，我们应该创造идеи能够提供future. 教育的机Поэтому制，也就мы是说我们的активны教育для部。создания да хоть所以 100 школ,我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и们так далее. И目поддержать их и前технически, 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其实Но已经做для好этого来创建согласен. 学校和Должна大происходить学的совместно. Я这个准получил备，уже但是呢，предложение我认为，от мэров, как я уже我觉говорил,得我们от这样的提议呢，应该是самого由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地самой方来проблемы.提出，То есть дайте由我们的区проект长、проект, 市长还有будьте州长готовы让他们来через提меня出，给我们提供相应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е.的方案。我们Асгардия,来конечно,把这些方案отличается, как я говорил,放在我们的учитель. Мы будем здесь大с вами会上，знакомы.来通过我们的Но ждать,资金что支持来эта инициатива方будет式，исходить от通过投парламента票。ил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честно скажу вам, сложно, потому что但там是есть如果你们огромные希望и由国серьезнейшие家проблемы, задачи或者议перед会来нашей提出这样的方страной,式，我что告诉не大может家，даже这个сегодня提议呢，目前可能还不太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е现实，因为我们目возможности前正在解决нет.一系列Поэтому非мы должны常重поддерживать要этот的、проект,非常который будет исходить重от大的一些общества事件，асгардианцев.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这样的可能Потому性，что但是我们肯定会支持这样的提议的。Артурас из Ирландии задает вопрос о下面一个问проекте题来Асгардии自爱без尔兰，спутникового他的问题интернета,是все ли идет по плану. 关于阿斯加加关于卫Ну,星как网вы络的这个понимаете,项目是否тут在实находится施，еще是否按照计划在实несколько施？частей того, какими那么这样的问题确实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还有направлениями几个，сейчас заняты умы в关于我Асгардии.们阿斯加加的И科таких学проектов три. 研究的这样的问题。Первое那么это这样的项目现在有三个，проект第一个是создания, так скажу осторожно,关于потому что创建。информация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является我非常конфиденциальной, 小心的来给大家讲这个信технического息，因модуля,为这个да,信то есть息是возможно机密。перепрыгнуть через этап запуска创建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我сети,们的и太перейти сразу к空站，вопросу космического модуля на我们несколько可能дней会经过下面几развития.个Поэтому первое,发射的卫星来как组вы成можете一нам个我сказать,们第一个太空站。понимаете, в том числе я лично.这是我们Второе,的связано科с学тем,研究的重要о чем问题。спрашивает第二个问题гражданин呢из Ирландии,是。это вопрос спутникового интернета. 阿斯托尔先生给我问Идеология关于我们的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бы卫星обеспечить网络。каждого асгардианца那么我们阿斯加尔加максимальную的政策呢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是给我们阿斯наземных加人устройств. 给Что予他имеется们в виду?独立Прежде всего,性，сегодня вся让спутниковая我们связь, она的阿斯подается加尔加人независимо能от того,够где мы脱находимся.离我们И地球上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的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设备。отдельных什么стран,意思это呢？тоже очевидный факт,我и们они现在не的。всегда我们разрешают很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свою多的территорию我们для的通讯呢，都是трансляции通过сигнала地и так方далее. 的，通过地Поэтому方的наше这些дело设备来будет实施。那сейчас,么这些地方的设备呢，都是属于протянуть某себя над些землей地как球можно国家дальше,的。потому那что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很входит多国家呢，他们в会有一系列的космическую限сферу,制можно связываться或者信息только泄с露。помощью所以呢，мобильн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我们现在都使用的这и些通讯设备都是есть地некоторые球средства на上的сегодня,通讯设которые备。можно связываться.所以我们的Есть目的和иногда目标是创建一个无线的独立на мобильное通устройство讯系второго统，让我асгардианца们阿斯加尔без加。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阿斯加尔、между阿ними斯加尔постоянного加состояния 国家земной поверхности之Земли. 间的能够人之间的能够有联Это系，очень сложная,这样очень的话呢，трудная我们就可以задача,脱离поэтому в настоящем времени 地球的решение关系。那么这个从科学角度是一件非常很难的事情。那么目前我们还在提出方案，在这个方面正在继续使用。我们现在开始研究通过光缆的方线。光线的方式来进行通讯。第三个科研究方案呢是方向，我们正在实施是数字国家平台。那么这个平台是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虚拟空间和网络空间、网络产品跟网络服务。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向给我们的阿斯加尔加的居民们提供国家服务。不好意思。нашим гражданам весь традиционный能够让我们的спектр услуг, который国家的公民们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м能够享受到гражданам,我们国家所有的服务，юристы смеялись, как вы让他говорили,们充разводы,分的体браки,会到自己是единство阿斯加尔加，рождения,比如说结наследство.婚、Все обычные出допустимые生для证、государства离выдачи婚там等等等等，也就是我们国家понятие所有создания所提供такого的这些класса服务，цифровой都是платформы,通过как数字的платформа方式来Ленки提供。Асгардии и ее
这个服务的提供呢，也再一次让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国家，提升我们的地位和我们的作用性。这就是我们三个主要的科学研究方面。来自中国的几位阿斯卡尔家人的问题，他们说中国呢，因为国家的网络限制呢，他们进不到 YouTube， 还有一些谷歌，他们看不到直播。他们问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呢，让我们从中国也能够看到。他跟我们说，千万不要把我们忘了。我想告诉中国，中国的阿斯卡尔家人的数量呢，是阿斯卡尔家人总数的前五位。所以呢，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对于国家的政府的限制呢，网络限制我们是无法去突破的，因为这是国家的政策。但是关于我们的网络桥梁的这个技术，也就是通过它可以看到我们直播和其他的提供我们的服务呢，我们会向我们的技术人员申请，很快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下一个人，没有人，这种问题有很多人提出来，说我们这我交的这100欧元，我能得到什么？第一呢是关于，在我们的货币还没有通用的时候呢，首先这100欧元，你们提给我们的这100欧元，上交的100欧元，你们可以要回。那么第一次交100欧元的人呢，你们的这100欧元呢会变成100个索拉。那么这索拉你们可以在阿斯卡尔家来使用，比如说阿斯卡尔家的税，你可以通过这100索拉来交。而你们所交的这100索拉的税呢，我们会用在我们阿斯卡尔家的财政当中。那么2020年的我们财政前几个礼拜刚刚确定下来财务预算，那么这些财务的预算呢，主要是来支付我们政府人员的阿斯卡尔家政府人员的他们的费用。那么我想给大家提一个问题，你们现在每一个人所在的国家，你们所交的税，你们交税所获得的东西，在阿斯卡尔家国家你们一样可以获得。所以我再次强调，阿斯卡尔家是一个跟其他国家一样地位的国家，所以在这里你们所享受到的所有的这些因素你都可以得到。今年的5月份呢，我们将在议会上提出关于我们阿斯卡尔加经济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商业发展，今年夏天我们应该会确认这个方面的发展。我们会确定我们的税务，我们会首先降低我们的税收，准确的说是一开始就不加大很大的税收，这样呢不会给我们的阿斯卡尔家人会带来很多的压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能够现在，因为我们索拉呢它是跟欧元是一致的，所以你们所获得的所有的索拉都可以直接兑换成欧元和其他12个国家的货币，并且在地球上使用。好，关于语言的问题我刚才也给大家说了。下一个问题是我能不能成为阿斯卡尔加的航天员。刚我也说了，100多万个阿斯卡尔家人目前还无法都发到太空上去，但是呢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们计划到2026年，我们希望能够发射阿斯卡尔加的第一个航天站。那么目前我们科学家的预算呢，这个航天站只有2个人可以带。因为毕竟我们的技术呢它是有限，我们还在研发当中。所以呢这些
这些我你们的问题呢，还有你们的想法，还有我们的这些美好的想法，它都是需要财政以及技术的支持的，而这些因素呢是慢慢而来的，它不可能一下子来到的。安东斯尼摩来自加拿大，他说他是叫阿斯卡尔加人，他问能不能够。加大我们阿斯卡尔加的品牌性，这个问题你们是不是有没有在处理？那么目前我们正在审批这个方面的问题，通过授权的方式呢在进行推广，在不同的领域进行推广，通过授权的方式。最近我们的阿斯卡尔加呢会将这个方案呢提供给我们的新政府，在今年的11月1日提供给我们的议会，然后议会呢会将这个方案发放到每一个地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那么你们呢作为每一个地区的阿斯卡尔加人的阿斯卡尔加人呢，你们可以根据你们地方的，那么在加拿大比美国比美国还比俄罗斯创建阿斯卡尔加代表处最早的一个国家。你们都知道我们的总部在维也纳，我们是一家非盈利企业，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维也纳之外的代表处呢是在加拿大。所以在加拿大呢，你们比起其他的国家会有更优先的获取阿斯卡尔加公民的优势，所以你们可以将你们的想法跟你们的愿望通过授权的方式来获取我们阿斯卡尔加品牌使用我们的品牌。所以这不光是加拿大，这是所有阿斯卡尔加成员的共同权利，你们都可以使用阿斯卡尔加的国徽还有其他的商标和代表。下一个问题来自阿根廷，他的问题是怎样去帮助那些还没有获取阿斯卡尔加公民的这些人获取公民。我首先想告诉大家，我们目前还没有公民制。我们现在所交的这大概每个月8欧元。今天呢，我们的公民的这个制度呢正在完善。我们没有，我们跟其他国家都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让别人替你去支付这个钱。我们现在还没有公民制，所以我们都是居民，每一个居民他都可以去自己去提出想作为这个与居民的他的想法，通过索拉来支付自己的居民费用。去替别人支付这个钱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支付呢都是通过数字的方式，通过数字来进行支付。每年的支付数额呢是100欧元。如果这100欧元是家长去支付的话呢，那么家长就会成为我们的居民，而不是他的孩子，所以呢，自己去支付自己的费用。还有一个人提问呢，关于我们分期支付这个费用。这个问题呢，因为虽然法律还没有确定下来，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来确定这个问题，把这个因素也考虑到当中。但是这里面有一定的问题，有一些技术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银行会收取一定的费用，任何一种支付都会收取一些费用，而且比如在中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在支付或转账的时候会有很大的费用，所以对于我们的财政部来说，这种支付方式不方便，所以我们分期支付呢，这种方式还不能够实施，但是我敢肯定，我们的议会一定会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Бендел 先生是我们议会的副议会长，他自己问提问。你可以当面提这些问题，不要占用我跟我们阿斯卡尔家人交流的时间，所以你的问题我就不回答了，我当面再给你回答。法国的鲁森先生他问我在阿斯卡尔家有哪些职业比较受欢迎。有些人认为阿斯卡尔家的主要职业是 IT 专家，只有 IT 专家。我想告诉大家不完全是这样，我们不光是在研究太空和宇宙，有很多自由职业者，艺术家、设计师、画家，当然也有很多编程人员。但是我们的阿斯卡尔国不光在研究宇宙，所以我们在我看来呢，现在我们最好的最畅销的我们太空杂志，这个杂志本身的编写它就不光是由宇宙专业航空航天专家来编写的，里面有很多画家，还有很多作者。所以呢，只不过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的成果都是由数字来体现，所以呢它跟数字有关系，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们不能有别的职业。有人问我关于我们的零技术实施，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呢，是关于尼古拉特斯拉的技术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还是回答下一个问题吧。伊娜拉女士来自德国，她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在阿斯卡尔家来创建我们自己的研究中心。我可以很认真的回答，我们不光是可以，我们有义务来创建这样的研究中心。今天我回答了关于教育的问题，伊娜拉女士，你提的问题非常好。我们确实就会去我们阿斯卡尔家科学研究院，在这科学研究院的框架下，我们会有远程的教育、远程的培训等等，这些我们都会有。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是一个季度还是半年之后，我还不能够告诉你具体的时间。但是目前在这方面的方案和技术呢，我们还没有。所以如果您能够给我们提出一个创建国际大学的方案的话，提给我们的议会，交给我们弗罗斯，我们教育部部长提供给他，让他去考虑的话呢，他会在我们阿斯卡尔加科学研究院的框架下来考虑来设定这样一个大学。俄罗斯的亚历山大先生，他的问题是关于阿斯卡尔加现在在地球近轨在循环的这个卫星的工作时间。我想告诉大家是这个卫星的它的工作确实有限，到2021年它可能就会结束，但是呢也不敢肯定它可能还会继续使用下去。我也给大家说过，我们想跨过这个卫星的使用。今天我提到很多次，我们不久的未来，也就几年之后，我们会将卫星的使用转向太空站的使用。我今天我也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开始，所以我今天可以很认真的告诉大家，我们再发两个卫星。2021年，我们这个卫星结束工作之后呢，我们会再发射两个新的卫星，通过这两个卫星来建设我们的太空站。安格舒门先生，他来自印度，他是我们阿斯卡尔加2017年的居民。他说我们会不会上火星？那么关于火星呢，他应该是马斯克先生他的专利。那么对于阿斯卡尔加呢来说呢，我们并不希望我们的居民有去无回，所以我们
我们的计划比较现实。我们第一个阶段呢，我们会在近轨地区来建设我们的太空站。第二是在建设阿斯加尔特 Moon Ark 月球轨道站。第三个阶段呢是 Star Ark， 也就是我们的行星轨道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应该在50年内来实现。整个这个三个阶段的计划是50年内的一个重要的计划。所以，在这个计划的实施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保持我们地球生存的环境。我们也要保持我们在这50年当中创建一个完整完善的阿斯加尔加特国家的生存机制，这样才能够保持我们的发展。朱清史先生，他来自台湾，他说他找不到阿斯加尔加特，没有中文的版本。他问能不能以后看到中文的版本，因为用谷歌翻译比较困难。您的问题提得非常好，确实，我们这个翻译问题呢，现在是一个财政问题。我们现在的财政非常短缺，国家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我们发展的非常快，所以我们的财政缺陷非常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会将我们所有的文件翻译成西班牙语跟俄语。为什么我们把这两个语言放到重点语言呢？因为不久前通过我们的投票，确定了这两个语言加入到我们的阿斯加尔加国家国语。那么有60%多个60多的阿斯加尔加人选择了英语。下第二个语言呢是西班牙语，俄语是跟英语一样是国际太空站的两个通用语言，所以这三个语言呢，我们作为阿斯加尔加的主要语言来进行使用。在我们网站上也是这三个语言，但是我敢肯定，中文是12个世界通用的阿斯加尔加语。那么这个语言的使用，并且我们网站一定会翻译成中文的，一年内肯定会实施。康斯坦丁先生，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报道从来没有报道过关于阿斯加尔加的？我想说这不是这样的，康斯坦丁先生，我经常会接受采访，接受不同媒体的采访，每年每个月我都会有很多报道，在全世界都有我的报道，甚至在一些比较小的国家，有些国家呢，我们甚至都没有想到会对我们感兴趣，好几百个媒体和国家对我们感兴趣，只不过是你可能没有看到关于我们的报道，其实报道非常多，唯一一个看着我们国家，带着微笑看着我们国家的是俄罗斯。因为我们实话实说，我们国家现在在财政上有很大的缺陷跟问题，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大力推广，但是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全球的媒体界对我们阿斯加尔加非常的感兴趣，也非常的热烈的迎接我们，接受我们。关于经济财政的发展有很多问题，今天我看到了很多问题，我并不想希望呢今天我们把我们今天的见面占用很多同类的问题，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经济我们一定会发展，但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我们有足够的居民，有足够的纳税。有个数字告诉大家，我们2019年我们的财政的我们只用了我们预算跟我们实际收到的财政收入只12%，这是一个今年的三个月呢，我们已经收集到了12%的这个税收。我们希望今年呢有50%的税收能够收到，所以从
中我们可以看到，阿斯加加的财政缺陷非常大。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呢，它没有经济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我们居民的数量有限的时候呢，我们很难进行经济发展。为了能够满足今年的财政需要呢，我们需要有超过15万人的加入，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地球人加入到我们阿斯加尔家人当中。有人问我，在您看来最完美的阿斯加尔家人是谁？那么在我看来呢，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地球人，这个地球人他希望看到人类的未来，对人类的未来有追求。当然，有很多人问题关于这个冠状病毒，我咳嗽并不是因为我得了冠状病毒，因为一个多小时的发言呢，我口已经干了。那么冠状病毒这个问题呢，是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每天所有人都在提，都在说。我回想到我的小时候的时候，妈妈经常跟我说，回到家以后一定要洗手再去吃饭。所以，我们现在呢，洗手是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再就是一些药材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比如说感冒的时候一定要去吃药，你就可以一个礼拜呢就可以治好病。那么，病人就问了，如果我不吃药的话怎么样？那么医生就说7天内就可以好，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我想在这里呼吁大家，呼吁我们的所有的阿斯加尔家人。当然，现在这个病毒非常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病毒而产生的恐慌，千万不要恐慌。祝大家身体健康。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该结束今天的直播了。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这里面还有很多个人的问题，关于我的人生，关于我的经历，这样的问题很多。我这些问题我就不问了，因为我今天呢想回答一些针对我们阿斯加尔家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如果我今天呢直播之后呢，你们的反应会好的话，我们的助理呢会觉得这种方式可以的话，有人问我怕什么，我说我怕蜘蛛，小蜘蛛我也很害怕，其他我什么都不怕。那么最后呢，今天直播的最后，我想跟大家说我们的标语：一个人类，一个社会，一个地球，一个未来。感谢大家的关注，再见。